在昨天放在火炉上，手套上面全部都是火焰。接下来呢，他就要做好他的准备，拿起酒放到这个整个肉上面之后，手就马上放下去，就烧起来了。整间餐厅客人都喝彩，老板激动欢呼，震撼的表演是在韩国的烤牛场小吃店桌边。记者专心拍摄时，点火瞬间吓了一大跳，但老板没在怕，欧巴的Gangnam Style 像这火一样热情。大火烤完牛肠拼盘，铁板上夹起来还吱吱作响，外头焦香，里头油香四溢，吃起来完全没腥味。在江南首尔的这家烤牛肠店，墙上挂满了韩国明星签名，在地名店被外国旅客打卡拍照瞬间爆红。老板说，很多台湾、日本、中国大陆游客专程来韩国找他，但精彩表演还是有些危险。very hard， 手上都还能看到曾被烫到的伤疤，但欧巴有练过，请勿模仿。물론이제불쇼할때이제많이뜨겁고아프화상도많이입고이제손보면은네많이상처들도많지만그래도이제손님들이즐거워해주시니까는그걸로만족하는것같아요저는烧皮店老板用中文数数，尽管语言不通，还是亲切和客人互动。接着手速很快，把烧酒平均分配，杯子发出清脆声响。手镯撞平底，啤酒马上远距喷射，客人惊呼声不断。韩国人饮酒续摊文化，整间店都拿出浑身解数，想尽办法让更多客人看到，生意才能又红又火。TVBS 新闻，新闻上曹真人，韩国首尔采访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